今日同大家睇下土滚片啊！呢、這个咧本身系直播啊，之后素敵なお座敷でしたね。唔到，出唔到呢个诶影像啊！搞。好嘈啊嘛，头先咁啊，打完啦，第一呢、這个咧第一章嘅，第二章啦，已经，因为之前太过水皮啊，所以好啦，同埋即同我之前打过嘅共斗版咧，其实系一样嘅啲剧情，去到依家咧啲剧情去到咁，先至有啲唔同啊，叫做。因為共鬥版我冇打到咁厚，咁依家算係第二章，我諗都未噶啦。一個有波，一個有劇情嘅 boss 啊，咁樣依家去前去緊呢個受死啦，我哋。另外三個就 NPC 嚟嘅，咁個故事不嬲都 OK 噶，《逃鬼傳一》同埋二都，咁我都幾喜愛呢個系列，諗住拍翻條片咧俾大家睇一睇。依個又行錯咯喎，嗱呢一個咧就係因為佢個大地圖。真的非常之大啊！个地图，佢系大到，佢系大到超大，你有排都行唔晒嘅。咁咧，如果你接接任务咧，佢就会直接飞去嗰度。但系咧，如果跟劇情嗰啲咧，你要自己跑去嘅。咁有玩过《土鬼传》嘅朋友都知道，其实佢系一只 mon 亨嚟噶啦，不过系无双版嘅 mon 亨，无双版。即系无双嗰间厂出嘅 mon 亨啦，咁我等咗好耐先等到呢个版同大家试玩一下。基本嘅都冇乜分别噶啦，系多咗啲武器同埋多咗啲御魂咁样咯。咁啊，因为大地图嗰度跑要啲时间，所以其实咧佢加咗个加强个跑速嘅，即系大地图加强跑速嘅选项就系呢一个跑得超快。其实如果有呢个跑操咧，我就唔系好想再用信嘅鱼云啦，因为之前都系，哇唔好跌落去住，睇清楚先。喂，呢度有啲唔妥啊！嗱，见到上面红色嗰个咧，啲瘴气非常之强劲啊！如果落到去，其实都系 GG 嘅。哇，行错路，差死！呢只 game 就系唔系好玩嘅，因为我系一个路痴嚟，经常都行错路嘅。咁所以咧，如果唔识路咧，都偷笑啦。呢度点上去嘅咧？但多咗个鬼爪啦，同埋呢一集，咁上唔上得去咧？咁点去噶嗰度？咁我就 keep 住都系荡失路嘅喺呢个 game 里面。咁花得最多时间系赶路啦。啊，呢个鬼爪就系今集新嘅。佢多咗啲機關，就講述一個機關師幫助我啦。我經過呢個時光嘅旅行劇透一下，如果大家未玩咧，其實可以唔好理我呢一 part 啊，飛咗去睇後面。咁啊，佢個機關師救咗我啦。我經過十年嘅時光旅程嚟到呢一個世代，咦上唔到去喎呢度。就攞呢個位。咁點落去？嗰度有條木橋嘅，係咪條木橋喺邊度？嗰個就叫跳界石，就可以飛唔同嘅位嘅。咁你都冇理由要我跑曬成個地圖，就我會死噶嘛？係咪先？跑得幾快都冇用。咁啊，呢一嘢好劍心啊，我覺得都幾得意。咁啊，見到啲 NPC 都用鬼爪啦，可以爪住對獵物，然之後再過去啊，彌補翻佢唔可以跳啊嗰啲不足啦。咁啊，靈活好多，今集同埋動作啊、速度各樣都快咗好多，比較好玩。哦，而家都係下級任務嚟嘅啫，都仲未整到啲勁裝啊！咁啊，嚟到呢一个岩岛神社啦。后面呢个红色衫嘅女仔咧，个老豆咧就俾呢一个入边有只 boss 杀咗。咁而家就嚟报仇嘅，带埋啲僆。
可唔可以直接跳过去啊？喂，其实我身为一个武士，我竟然俾个拦河棘住，系咩回事？点解我唔可以跳过去？都冇跳嘅 game 真系咁麻烦，咩都要自己跑。好啦，咁啊嚟只 boss 啊，啲剧情都几靓嘅，我自己觉得，同埋都夠囉，叫做以一隻 Mon Hunt 嚟講，因為 Mon Hunt 係冇劇情㗎嘛，而土鬼轉嘅主線劇情其實都幾好睇嘅，我幾享受睇佢嘅劇情嘅不嬲都。咁就係呢隻咁嘢啦，好似係 E-Chat 話尾。咁啊係啦，話佢冧咗佢老豆啦，絕對唔可以原諒啦。咁放心，有奧月喺度同佢報仇依家。咁我名系绿色嘅，唔好太爱我。咁佢战斗之中咧都有啲剧情，即系啲人都会讲下嘢嘅。咁我呢一点咧我都几中意嘅，起码唔使咁闷啊！打主线嘅时候，咁同朋友打咁冇乜所谓啦，成班友仔吹水。咁但系如果平时咧，可以有啲剧情睇下，咁都唔错。同埋佢啲剧情都写得几好。细魂状态，咁我都要。咦？发觉带错魂出嚟咯，我以为自己系攻嘅，点解我带咗个空嘅魂出嚟？唔紧要，照打。系咪同啲朋友仔打配合住咧？攞咗个空嘅御魂出嚟。其实单拖嘅话咧，用攻会比较好啲，起码打得快啲。咁啊，好惨啊！呢个红色衫嘅女仔之前咧，妈妈仔十年前瓜咗啦。咁啊，依家爸爸又俾呢一只嘢杀咗。咁啊，阴公猪啦。咁我点解会 keep 住晕嘅啊？有啲电啊，麻痹啊！呢一隻 game 好多時空嘅漂流嘅，我自己咧就喺橫濱嘅。如果睇我之前共鬥版咧，佢都有講，雖然係日文啊，咁我大概同大家講一講。之前喺橫濱嗰度咧，就諗住開始有隻 boss 嚟到啦，地球就快毀滅嘅時候咧，我就無啦啦被個黑洞吸走咗，然之後就醒翻就已經喺呢度啦。咁咧嗰陣咧就因為我唔喺度咧，世界末日啦。咁其實都唔係末日嘅，即係世界就已經有個好大的改變，就係啲鬼咧已經充斥住呢個世界。咁但係嚟到呢度過咗十年之後咧，我叫穿越咗時空咧，咁就要再幫十年後嘅人再打翻。原来啲装备过晒期啦，咁啊俾个博士执咗我翻屋企，仲有只机械人仔都几得意嘅，咁啊有啲多咗啲叫机关嘅嘢，就系啱啱见到嘅鬼爪，佢都几有用，但系要用气力，佢将个战斗嗰个节奏加快咗好多，所以刺激咗好多。出咗冇耐嘅啫，礼拜四出，20号出嘅。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买啦。咁啊 ，PS4 中文版，好似都400几蚊，不过我觉得都值嘅，都襟玩嘅呢只游戏。尤其是你打完晒主线都唔少嘅，以前打极嘅时候都打咗我几个礼拜，咁我唔系狂打啦，都打咗几个礼拜，跟住然之后再同朋友仔玩，都玩咗。玩了几个月了，好像这个 game 都 OK， 襟玩。不要阻止我报仇啊！咁其实前期武器不用太用心了，都是打翻过到版就算嘅，之后咧你都整御魂武器嘅，反正同埋整一把就够啦，我觉得好嘥时间。你好心机咁整咗一把，到上级嘅时候全部又变晒垃圾。不如之后一次过推完图之后，一次过打。咁啊，爪嘅好处就系可以弹到上个头度，以前打嗰啲一定要靠远攻啊咁样。
或者靠用槍咁樣咯，好麻煩。同埋個距離都幾遠，見到。全力展開！土鬼轉都係啦，打到佢斷手斷腳，跟住記住吸翻佢部位喎，如果唔係會慘。我而家用空嘅，可以直接距離自己搞掂。咁啊，搞掂只 boss 啦，同你老豆報咗仇啦，可以以身相許啦。求めあれば立たねばなるまい。啲角色造型都唔錯，幾靚我覺得。同埋可以揀自己戴唔戴頭盔，即係可以照擺頭盔落去，但係可以見唔到，唔使遮住個靚仔樣都 OK。もう里は大丈夫。私が知らせない。だから安心して眠。あとは私がやるわ。そして必ず。みんなにはお世話になっちゃったわね。どうってことだ。呢个系讲一个喺个村里面嘅权力斗争嘅。嗰啲蓝色同埋红色嗰两个咧，其实系唔同党派嘅人。一个咧就系本身已经系武士啦，十年前一直都系武士嘅人。同埋蓝色咧就系十年前经过世界末日之后咧，先至住，先知道有鬼同埋住入嚟嘅人咯。咁啊，两派喺度斗争紧。ずっとくよくよしてるだけうまく言えない感謝する。然後之後好似話要選首領，係咪會主角做首領咧？我就唔清楚，未玩到。應該都係去化解佢哋之間紛爭，然之後再一齊討鬼咁樣估計。咁而家都化解咗呢兩個人之間嘅誤會啊，各樣啊咁啊。但係其他大部分嘅藍色同紅色咧，武士同埋呢個近衛咧都係對立嘅。咁呢个组合系比较奇怪嘅。そうだ、私たちのマホロバニ。啊，今次系桃源之理啦，上次系泡沫之理啦，咁今次好似正常啲个名，泡沫之理系咩回事？咁见到下面嗰只咧，机械人仔咧就系时计啊，非常之可爱。我谂我迟啲会攞佢做头像。但系佢咧，虽然系佢系机关师嘅其中一个作品，可以摆一个人类灵魂入去行动，都系其中一个武士嚟嘅。同埋有量產型有好多差唔多樣嘅士計，咁但係佢內裏嗰個靈魂咧係一個大叔嚟，咁啊唔可愛。無雙系嘅人物角色嗰啲樣咧都係靚啲嘅，如果玩開 Mon Hunt 咧 ，Mon Hunt 嗰啲人就真係非常之肉酸啊！我自己覺得啲甲都麻麻地，即係唔係麻麻啫，佢太有條龍嘅特色咧，搞到你個人咧都要半獸人咁，好奇怪。土鬼轉啲角色啱我口味啲。今日は付き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ヤクモも死者を送る機会をくれて。白云个头啊，非常之奇怪啊，成个孔雀咁样，唔知可唔可以打开添？我一入到去条村度，第一样嘢就系话你个发型好奇怪，跟住隔篱嗰个刀也就喺度取笑佢，咁啊加深咗个关系。本身我唔谂住拣嗰个，但系真系忍唔住，太好笑佢个头。私今日限りでこの絵をやめるわ。なんだと？やりたいことがあるの。父さんの仕事を引き継ぐ。本部の受付を手伝うわ。困ってる人を助け。でも自分の夢、そうやって
自分の道を行きたい。好きにしろ。どうせ言っても貴様は頑固者だからな。咁啊，冇咗一个叫最强嘅帮手啦。上次佢哋近卫嗰度俾鬼打到死死下，就系得呢个女仔冇事，其他人全部都半死，全靠主角去救翻佢哋。これで後戻りはできないわ。我依家辞埋职啦，正式系咪算系加入我嘅部队？一番を取るのってちょっと難しいの。一緒に来てくれるかしら？言ったわね、負けないんだから。咁最厉害嘅梗系我啦，唔使讲啦呢啲，呢啲 NPC 嚟嘅啫。咦，今日加深咗，同上一集一样喎。佢如果加深咗之后，佢个余魂就会分一半分灵去我嗰度。那何これ？これって噂で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わ。なんか激しく照れ、まあ。反而呢一个女仔系第一个同我心灵相通嘅人。一路 keep 住佢剧情咧，就会同嗰啲人关系更加深厚，就会喺右边嗰度显示出嚟。都算多劇情，都 run 得幾靚嘅。今こそ宿願を果たす時。待っていろ、時はのオロチよ。長き呪縛から私が。呢條友個樣咁似上一集嗰個大禍嘅，又係單眼，不過佢單眼大眼鏡，衫差唔多樣咁。又想放條大蛇出嚟，嗰條大蛇就係我十年前一出現嘅時候卷咗我入去，搞到我打唔成 boss 嗰個。十年後宿命嘅對決，咁啊，踏入第三章啦已經。其實我打咗兩日嘅啫，咁都算快，唔知最後有幾多章，冇睇到。好眼瞓啊！冇搞我啦，真人都眼瞓啦依家。今日系咩日子呢？唔系你生日嗰啲系嘛？唔想知道喎。咩节分？系我失去咗记忆，先嚟到呢度。哎，弊啦，应该拣上面啦，好多说话啦，咁样就。啊、不过上一集好像都有这个折分的土鬼转极的时候。跟着要逼我跟全村的人问候打招呼了，那就等下波钟了可以。因为有啲使命小目标嗰啲喺旁边，因为佢系成个大地图。上一集咧，每入一间房就会净系得一个角度。呢个咧其实系连埋有鬼嗰啲地方啦，同埋条村啦，成个大地图系任你行，一个半开放式嘅世界。如果有啲人就可能嫌麻烦啦，但系我自己就觉得 OK， 因为上一集咧就转唔到啲角度啊嗰啲咁样咧，硬系争啲咁样，明明佢 run 晒噶啦嘛。Boss 太奇怪啦。
好似话选首领，我估可能会会选到我做首领咧。话晒都系呢度最强嘅武士嚟噶嘛，系咪先？选佢两个嘅咩？唔可以选我，虽然我新嚟啫，一嚟就要候住一个首领嘅宝座。呢个鬼妹仔嚟嘅，系喺英国嗰边过嚟嘅，又系经过啲时空传输咁样先见到佢。因为有鬼妹仔，所以多咗个武器剑盾，咁都合理啲。咁呢啲咧就系剧情，唔系呢啲系小任务嚟嘅，肯定又俾好多麻烦我。呢条友就用成日用啲鬼嚟煮料理嘅，咩黑暗料理？呢个就量产型嘅时计啦，之前讲，咁我唔识讲嘢。竟然要一个最强的武士帮你揼屋顶，你好斗胆啊！哦，攞材料咋系嘛？我已经有咧，其实。呢个芒草之后先啦，都唔理得佢咁多，佢太多小任务啦，我都冇乜点理佢，其实。集都仲未有一啲好熟嘅角色，呢、這个就叫做队长啦，用啲关刀。成條村可以行曬啦，呢度就係紅色嗰、那個，即係近衛嘅大本營，開始識路啦，因為我咪要入去，又要同孔雀頭講嘢。其實我唔好想問候你。哇！呢、這個一答錯就 GG 啦，應該一答錯肯定又要勁飛劇情，肯定好多嘢講，呢條友好煩。哦。我真的没再听，难得我会飞的剧情就是他讲的东西，其他我都看完。做什么，即是一定是你用刀雅的吗？我都可以选的，劲过你们咯，神一样的队友。哇，做那么多的好远哦，激死。呢度就去博士屋企啦，要跑去近郊啲啊，算系都唔算近郊，其实都唔都 OK 嘅，不过远啲咯。啲风景睇下，其实用 VR 玩呢个 game 都可能 OK 啊，都有啲风景几靓。どうした？
九月軍師要嚟退。九月軍師係第一集嘅人都應該知佢係邊個啦。咁佢就係十年前指揮我，然之後我俾嘢吸走咗嗰、那個。咁啊，佢喺嗰個長戰役裏面就死剩佢一個，其實死剩兩個咯，因為我吸走咗，所以冇死到。咁但係佢見到一個十年嚟冇老過嘅人，唔知佢會有咩感想。我谂系一个契机。如果佢见到我嘅话，可能佢会选我做首领。话晒我以前都系佢嘅部下嚟噶嘛，咁样知道有几厉害嘅。上面呢度就系巫女住嘅地方啦，可以上去探佢啦。咦，巫女喺呢度，咁可以同佢打招呼。小朋友嚟嘅啫，巫女。上集嗰、那個跟住就去探完近衛就探武士啦，應該武士嗰度咧就唔受嗰啲保護嗰啲牆影響到，所以就上次嗰個主計即係佢老豆就死咗。何か用か。因为他怕隔离那只天狐的，所以他现在其实所谓做一个最强武士的修炼就是不怕动物了。跟着这个呢，他的家姐就是那个眼镜妹了。咁啊，呢个家姐都几恐怖，其实。但系佢又中意动物噶，好搞笑。上面呢个就系刀牙，咁其实我好想要佢套衫咯，因为系黑色嘅，好似 Matrix 咁样。咦，呢个嘢有啲伏线咁喎，会唔会最尾？因为佢其实冇同我出过任务啊，呢条友会唔会到最尾佢系我嘅敌人呢？其实佢系鬼嚟嘅，系咪？嗱，跟住又见到下面有地图嗰度黄色箭嘴咧，又唔知道我跑去边，好鬼远。不如趁趁呢个时候带大家去睇睇呢个《土鬼传》武士们最中意嘅地方。上一集大家都系为咗嗰个而推晒啲剧情，就系、是、呢个浴堂。咦，而家系女仔时间啦！大家上一集咧都会后。时间入嚟，咁但系今集咧就唔知道，因为门口冇蛇，暂时我都未睇到。Nice body， 你見到了嗎？哼，竟然遇到博士，好矮。哇，竟然可以一起冲凉，但系唔系好 friend 嘅啫。通常会俾人赶出嚟，如果唔 friend 嗰啲，早知我早啲试下俾佢赶出嚟嗰阵系讲啲咩。哇，仲有奖杯添，好嘢！之前嗰个红月，即系蓝色衫嗰个咧，那个女仔之前就已经赶咗我出嚟，跟住阿神武个家姐亦都赶过我出嚟，因为佢感叹我嗰度庄园人冲凉唔记得要做啲咩添。
接任务啦，咁啊变咗个女嚟嘅。见证人就是我上司啦，咦佢记得喎。咁佢话知我系边个？上一集佢都系都系血鬼青红，不过后尾虽然个样奸奸地，但系好似佢都系个好人，而佢系唯一一个到今集仍然有出现嘅角色。暂时如果 keep 住推剧情咧，其实系唔使喺柜台接任务。转咗三喎，九叶。隔篱嗰个好似系上马喎，系咪初王上马？都系第一集嘅角色喎，睇嚟。縁の大義であった供養殿、神垣の巫女、かぐやであった。ほう、これは気づかず。佢样系奸奸地，同埋一开始都系串串地。琴日に申し、軍師好き武官として二人にも挨拶させよう。系啦，就系上马啦，白鬼队。但系上一集嗰件黑色衫领好多。百騎隊の総。五草の英雄。ああ。最強と謳われる五人の打ち手の一人。ベニズ。俺の有名は国中に轟いている。上一集又系咁样劲嚣张呢条友，你未识我啫。如果我喺度，啊，初来就系第一集嘅角色啦，都系。泡沫之力，咦，真系第一集嘅角色嚟嘅。知啦。早速だな。我谂有翻啲上一集嘅角色出下场，对大家嗰个回忆都会好啲嘅。両名前へ。一人は役も。我が腹心にして。お見知りおき願う。クユリ。今一人は当夜侍部隊の隊長を務め。いいけど、じゃあ三歩。望むのはそれだけだ。邪魔だと。私が機内をはばかって戸様を軽んじると。機内も戸様も、この絵も侍も、どち誰が最も。鬼老同外文啦，之前同大家解釋過啦。この目で見極める。さて、私は疲れている。そろそろ宿舎に案内。これは失礼した。は、かぐやさん。喂，我咧，我出場嘅時候喺邊度啊？我好似喺最後排喎，激死！上一集上馬都係我同伴啫，最尾俾我救幾次添啊！好。佢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啦。十年前有条友喺度同你一齐见过一面，仲要蒙住面嘅。然之后十年后出现翻，你 会记得佢系边个？仲要佢咁多靓，系咪先？呢个笔就系之前成日出现嘅，就系有啲人咧，佢感叹号喺度，但系个人消失咗，隔一阵先会出现翻，或者照同佢讲嘢都会出现翻。啊！佢记唔记得我啦？应该好劲啊！咦，你咪敖月以前好劲抽嗰个武士，冇咗你我即刻输咗嗰场战争。こんなところで何を？
それにその姿は、而且你的外表冇变老过、哦、因为是吸血鬼。覚えているか、この私を。你老啦。十年も経てばな。お前は横浜で鬼門に飲まれたはず。どうやってここまで辿り着いた？真的。それにその姿。完全不像到过十年光阴，你太睇小吸血鬼啦。唔系，其实讲下，其实系穿越咗时空。時間転移だと。にわかには信じがたいな。ありえん、似たようなものを知っている。別の上一集都有个漂流者，不过就唔系主角。今次主角直接做咗漂流者。それで何か話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か。所以我要做呢条村嘅首领。記憶喪失。喂，点解唔俾我咁讲嘅？喂，それは元からだろう。いや、覚えているか。私。そういうことか。お前は忘れたことを忘れたらしい。10年前、私がお前と出会った時。咁咪真系鼓励唔到我十年前已经失去咗记忆。唔通我嗰阵都系漂流嚟到嘅？私は幽谷をさまよっていたお前を拾い、物の譜にして特務隊に参加させた。多用説話交代。それ以前のことは何も知らぬ。多重かつ断片的な記憶の喪失、あるいはそれ。供養だ。客人か。上馬，你記唔記得我啊？我哋喺極嘅時候合作過，救咗你幾次喎。珍しいわね、供養に友達なんて。初位就更加成日俾我装去冲凉噶啦。生まれてこの方、友などいたことはない。古い部下だ。横浜防衛戦を共に戦った。横浜？大曲時の戦か。呢个上马都几靓。嗰、那个策划。何それ？すごいの？横浜防衛戦、大曲時最初の迎撃。参加した部隊はほぼ壊滅。だが。おかげで鬼の進撃は鈍った。モノノフ本体、つまり俺たちが防備を固める時間を稼げた。私は横浜の戦いに敗れ、いや勝ったと言うべきか。鬼の進撃だが犠牲が大きすぎた。私は自分の配下をほとんど、今では命令を聞かぬ英雄と生意気な小娘を連れ回すしかないし。ちょっと、誰が小娘よ。呢个小女孩都系穿梭时空，又系穿梭咗十年。誰しもなせることをなすのみ。無事。お前もここでそうしてきたのだろう。ならばこれからも続けろ。私はお頭戦技の準備がある。は、行くぞ、相馬、発砲。お供しよう。供養殿。成日都做五戰英雄呢个上马可恶。俺は総務だ。私は発砲。君は？覚えておく。你识唔识啊？得闲你去月台坐喎，睇我直播打机，杀好多鬼喎。またね。植入式广告。好嘢，咁我去边啊？跟住又到夜晚，系咪应该瞓醒一觉先？夜晚如果你想变翻朝早，可以翻去自己屋企嗰度瞓觉，咁就会飞咗啲时间。咁样聚晒喺度，搞到行唔到埋去。啊，点解你个个套衫都咁靓嘅？可唔可以摇？你啲衫，你死！我唔想着盔甲，其实。其实我套靓衫啊，第一集嗰个上马嗰套衫，但系太薄，唔够保暖，唔系，其实系打落太痛。そうか。よし。
啫。其实以我依家都已经可以打到上位初期。首先进入嗰度，喂唔识路啊，又要我带路激死，都话我系路痴嚟嘅啦。同埋可唔可以朝早先啊？好啊。今朝俾嗰个红色衫嘅女吵醒咗之后，都冇瞓过觉，唔理你哋，瞓醒先算。拉床打机都咁辛苦，系咪无谓咧？点都要瞓醒先去啦。咦，佢话要点行我唔记得咗。喺下面，战之领域呢度，穿过堡垒大隧道，跟住呢冇路行过去噶喎，死啦！我头先冇听佢讲嘢添，点算？点算？哦，呢度系咪似呢度喎？试下先。ダメなら何体でも倒せばいい。稽古には持ってこいだ。相変わらずの剣術バカだな。他に好きなもんねえのかよ。食って寝ることだな。てめえは野生動物か。いい援護です。咁黑嘅呢度，都系大尘嚟黑啊！光条线，光条线好似太黑了。色瘴氣都算濃，呢度有個地脈，呢度係汁。要溶雲液咧，但係呢啲需要不相高升。咦，唔記得換翻個御魂咧，係咪完換到嚟嘅？戰鬥中不能分辨，如果打完咧，得唔得？一定要翻城先得，唔緊要，要打佢先。大家見到有個吊界城，要整下咗佢先啦。呢個就係非常之混濁啊，紫色嘅瘴氣。吊界石呢度，我要走啦！我未系一个不群人，阿文个头都唔得。
有時因為兵用太高多啲，不過遊戲初期咧可以輕鬆解決敵人，所以用雙刀會打得快好多，本身攻擊都高，同埋靈活啲打落。遲啲等我真係可以整武器嘅時候，先至整翻其他武器去拍發片俾大家睇。因為早期整咗嗰啲之後都係冇用，佢嘥時間嘥。素敵なお座敷でしたね。ここで畳屋貴族の名折り。今日可以淨化咗。正気に気をつけろ。ダーリン。うまい飯を食うのは最高だ。この苦戰場咧，睇嚟呢度就戰士領域。我咪跳落去。我驚陣跳咗落去之後又行錯路，咁就麻煩。點解要跳落去？啊，小流羅啊，唔理佢啊，直接跳過。穿緊咦？唔係話行呢邊，去邊啊？去邊啊？要咁行路？去邊度？呢度？啲爛屋，唔係起翻呢間爛屋？唔係喎。應該係呢度啦。咁我要做啲咩咧？咁點啊？喂，嚟到呢度唔掂啊！之間又要跟住呢個線索去行嘅。安心咁估估下，呢度啊，入唔到去嘅，跟住入边，哦呢只，行きます。打登山，你打佢几只？
Hello, Epic， 咁錯檔啊！歡迎光臨，隨便坐啊！之後呢條片我會擺翻上面。この剣、逃しません。手短腳咁喘，我講啲咩？咦？我以為你是看聯賽嘛，哇，那套打我的黐線那麼大的口，他們怎樣可以走得動的，這些東西也透不到，怎麼可以進去口裡面？這差不多掛了牆，這手手手都要吃掉，搞掂啊！救われたのですね。好鬼转嘛，啲鬼系咁噶啦，好呕心啊嘛！冇晒脚啦，阴公。上参谦信之后可以用嚟做武器。系咯，我都冇睇啊！今次联赛冇，自己打下机算。平时都系睇木木讲啫嘛，我又要时空转移唔系嘛？喂，次次都咁样好阴功喎，可唔可以控制下自己，唔好成日飞嚟飞去？上残欠锁之后，把悲沙门天去整之后。宝は心にある。我都是当拍下片咋，始终咁出冇嘅嘛。所以呢，但系唔开台好，所以逼住叫做开台打，咁啊顺便拍埋条片摆上去。Hello， 仲有边个朋友仔入咗嚟啊？有排都未整到啊！御魂武器，我谂要上到极位先整到啦。都唔知道今次系咪叫极位咧？上次就上位极位，因为套嗰转极啊嘛。唔通今次叫二位？我先整咗把大典太先，或者整咗把青龙切先。唉，慢慢啦，不过依家先第三章。不过我啲 friend 带我推到进度已经去到第十啦。如果系 online 版，但系因为主线太慢，所以未整到嗰啲上级嗰啲上位嗰啲装备住。依家都系下位最劲嗰套，即系四轮大蛇嗰套。定期的に現れては討伐隊を襲っている鬼ですね。そんなのが今出てきたら俺はトンズラするぜ。弾振り使っちまったっつ。一階の新聞にしか出ないはずです。この周辺なら安全でしょう。なんだってその鬼を探してんだ。そいつを倒せば。わあ、点行喺度？激死！バカを通り越して変態だな。点上去啊？喂，整蛊我咩？唔使上去噶嘛？我有條路嘅，嚇得我，我以為要跳過去。
最憎嗰啲跳嘢嗰啲游戏，有排跳都未。系啊，成班 friend 玩好正嘅呢只 game， 我哋买唔买啊？我都有 PS4， 要逼佢买。啊，唔系喎，佢有日文版喎、啊，同埋日文版同中文版咧系可以共通嗰个对战嘅。如果 YouTube 嘅朋友仔，大家可以试下。但系咧，就喺设定嗰度教翻系个连线系共通先。如果唔系，佢就净会 search 中文版嘅。同埋，如果日文版嘅朋友仔咧，嗰、那个名咧就会全部变晒做星武士，真系一粒星嗰个 icon 嘅武士，因为佢出唔到日文。咦，我又荡失咗路啦，行呢边。冇 PS4 咪买部咯。而家又有 VR 玩，同埋都唔系好贵啫嘛，二千几蚊。你买部电脑都五千几六千蚊。正気も濃くなってきた。近いぞ。好，揾到張氣筒啦。而家同啲台灣朋友仔玩啊，到時可能講國語啊台語。唔知喺派嗰啲人嗰啲聲出唔出到？行きます。不過都係等我推曬劇情先，慢慢同佢哋玩。Online 係另一個進度嚟。正しきが勝つ。咩啊？你而家唔系冇事噶啦咩？去完台灣唔係冇事嘅咩？我見你啲相，我偷睇你 Facebook。哇！神出鬼沒嘅九葉，頭先又唔出嚟幫手，而家喺度笑吟吟咁，做乜鬼？冇事还冇事系嘛，唔紧要啊，依家你掌握大权，唔好射我，唔好 sam 开，知唔知道？震下枯光啊 ，OK 啲 Facebook 嗰啲人或者 YouTube 嗰啲人应该唔知道我喺度讲紧啲咩，因为佢哋睇唔到啲留言。咁啊，大家当我冇乜讲嘢，继续睇剧情先。YouTube 嘅朋友仔，咁我继续同 FK 出下水先。难得有人入嚟睇台，一抵你做 MOD。唔系啦，po得咁少相嗰个 Facebook 去旅行啊嘛，话晒。所有武士都系呢、這个，佢系咪暗示紧佢想选我做？首领啊，马萨都是这个地方最强的人。今天剧情读出来的那个是木木，还有可以扮，还有可以扮翻译那些才要跟剧情读出来，是吗？你扮声扮埋女人。如果心腹部下竟然是奇，咦，我几时做了你心腹的？我刚刚认识你我就被个黑洞绝走了，九叶杀。你是不是想选我做首领啫？你直接选咪算咯。哇！有啲劲人同我拉关系，我点可以扮唔识佢啊？系咪先？系我十年前穿越时空嘅上司啊！佢老咗好多啦，而家。繼續視察，即是周圍偷睇人呢幾條變態佬，講又話為咗選首領要去周圍視察下啲人嗰啲生活嘅狀況，其實周圍及嘅。咁去埋我頭先介紹嗰個澡堂嗰度及下身材咁樣，一好身材啲嗰啲就可以
容易啲控制到啲武士咁樣。任務は片付いた。變態佬偷睇都有咁堂皇嘅藉口啊！你話勁唔勁先？學下嘢。是天眼通啊 ！ECCY 又见到你 ，say 声 hi 啊嘛，系咪先？你又偷睇，你又天眼啊嘛 ？ECCY， 好留意有冇人睇我台嘅，因为我实在太少人。呢个台系好个个入到嚟，因为佢连呢个 game 名都冇。打唔到套鬼轉，因為我去邊啊？應該要咪翻嚟啦，又要跟 boss 報告好，睇下有冇執先。嚟呢度都好嘅，唔使跑咁遠之後。安土城之後應該好多嘢打，內城。选我做首领嚟嘅，安土转移，净系喺个，我净系喺个名嗰度，打多阵，要手要翻嚟，麦好叻啊！我讲得叻就系我头先谂紧其他嘢，因为月嫂话佢要翻嚟，我哋可以接翻小客一阵，一定要出去接佢。个麦依家系PS4 自己本身根基嗰个麦。咦，喺烏鴉喺度，怼冧佢，一时时会叻啊嘛，下次试下其他咯。依家就关佢就唔搞，打多阵，睇多少少剧情，咁佢翻嚟就出去接小黑翻屋企，咁我系健健康康冇咩事，好挂住佢，冇见咗几日。接都探咗一阵，但系琴日打风暴探到佢，净系屋企仲冇事。木石花喺屋企打机都冇乜心机，平时佢会走上嚟攣我。咦，我做乜跑喺呢度噶？我跳界石嗰度，再翻屋企。咁你打只乌鸦，挂住讲行太远添。よかった。これで人心地つけます。時空轉移。只 game 仲送咗只紙嘅時計啊！真係想睇下砌咗出嚟咩樣，但係好似冇說明書。同埋我未有心机喐佢，之后砌好摆张相上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啊，呢个造型好似 Tron 嗰个咁咧，啲脚嗰度有嗰啲光嗰啲圈圈咁样。其实有个面罩啊，但系英雄系唔需要面罩，通常啲流罗先要面罩，所以我就除咗。啲靓仔，唔黑色我都唔整。哟，吉萨啦，就系呢只啦，时计好可爱，机械人仔。よし。よろしく。诶，去边度获得损坏机关人流？系咪？
Mon Hun 嗰啲咧，全部都系小流罗嚟嘅，全部都见唔到样啊！英雄系要见到个样先系英雄啊嘛，系咪先？你几时见过赵云蒙住块面嘅？啲靓仔真系，佢呢个就好处就系你可以照戴嗰个头盔嘅，佢照防御力，但系你可以个头盔咯。おぬしか、久しぶりだな。また抜け出してきたのだ。椿はどうしている？悲しみから立ち直っただろう。そうか、みんな。誰もが自分の足で立ったが、私は私には何もないのだ。自ら勝ち取ったものを持たない。周囲に与えてもらうだけで、それはとても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だからこそ、今それだけは私が胸を張って言える。己の意志で勝ち取った目標だったが、あれからずっと考え、どうやったら皆を平等に守れるのか。私の結界では機内しか守れぬ。戸様の居住区は疯狂自 J、邊有咁嘅事？冇咁嘅事。佢啲角色样系好过Mon Hun 好多啊。Mon Hun 嗰啲咧，男女都好个样好奇怪噶嘛，永远都系唔知做乜咁样咧，好似变态佬咁样。この不平等は無雙系列嘅都系靓仔靓女，比较啱我玩多啲。お頭戦技も始まった。このままでは対立が激しくなるばかりだ。既然开始咗选首领，咁有咩好方法呢？咁梗系选咗我呢个最强嘅武士上去做首领啦。何をバカな。いや、横に広げるのではなく、縦に増築すれば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そこで共に暮らせば、みんな私、お主は天才か。系啊，所以快啲选我做首领啦。选我做特首啦，快啲！唔中意玩 M H 嘛，我都唔中意。又唔系唔中意嘅，我有玩手机版嘅嗰阵，但系太嘥时间啦，望恨。感谢するぞ。同埋整咗出嚟啲衫咧，太过似只怪啦，整即系佢啲衫真系好似嗰个打出嚟嗰啲怪嗰啲样噶嘛，所以劲奇怪咯个样，好肉酸。呢度整出嚟啲衫靓啲，同埋啲太刀嗰啲又唔系刀鞘会靓好多，仲识着灯添我对鞋，有冇见过闪光鞋啊？以前好 hit 噶。跟住嗰两条友以为自己一定系是第一个选到首领啦，咁然之后咧，依家。因为九叶军师偷睇完我咧，应该觉得我都系好有潜质做首领嘅人，又劲又靓仔，又可以净化个异界，又多女啊，劲多女围住我，几开心呢个 game。然后净化调查同我一齐去，但你好弱小嘅，你冇跟住我，唔好成为我嘅负累。感觉火药味好重，因为嗰两条友就系觉得自己一定是第一个选到噶啦，但系唔知道有呢个隐藏嘅能人喺条村里面，仲要系呢个军师以前嘅最得力嘅助手。仲有一个军师以前的得力数，开到几点？应该开多三半个钟，三个字至半个钟到咯。跟住就要出去食饭同埋接猫。佢啱啱上车，差唔多车程。跟住接咗佢翻嚟之后，应该睇下照顾下佢，跟住晏啲再继续打。礼拜四买咗之后，礼拜五就放风假，系咪好正先呢件事？可以全日都做武士啊！呢入二次元就系宅男最好逃避唔开心嘅方法。
少しいいか？どうかしたの、グエン？你放緊大假？你去完旅行之后，聞きたかったんだが、佢放几耐啊？兔仔妈话，互いを嫌っているんだ。蚀咗一哦，放紧大假系讲紧你去完旅行，谂住唞一日先咩，跟住就点知打风就蚀咗系嘛？唔紧要啦，本身谂住放噶啦呢啲。看开啲，唔好谂呢啲。最紧要个人冇事系咪先？安安全全翻咗嚟，健健康康咁就得啦。啲假期啲湿碎嘢嚟啫。私の髪と目のようにか？そうは言ってないわ。椿は私を偉人だからと遠ざけなかった。なの違う。何も知らんくせに知った風な口。噛むな。イカルガの里を知ってるか？俺とマナズルはそこで機内に霊属させられていた。もうとっくの昔に消えた里だ。竟然系奴隶呢条友，竟然会讲自己以前啲嘢，真系难得。強制的に呢条友成日都唔出声咧，嗰啲对话框全部都系点点点点点嘅。系啊，你算好彩啦！嗰次我直接喺台湾嘅时候打风添啊，我嗰晚喺乌来嗰度浸温泉嘛，跟然之后咧，佢旁边嗰度可以自己挖啲温泉嚟浸噶嘛，但系咧嗰条河咧汹涌到你唔会想行落去，觉得会一落去就唔见咗自己咯。跟住第二朝好彩就都好天，跟住上咗去嗰个云仙乐园嗰度，但系就系咁滴水，劲潮湿。所以你咪算好喺香港翻到嚟，自己屋企度摁摁脚先至打风，又唔使滞留机场，好幸福噶啦！不过我又觉得有时有呢啲情况先至会更加深嘅记忆嘅，咁咪冇乜特别咁去完，其实唔会特别深印象。好似上次去迪士尼咁样，又系落大雨落到咩咁，成日只鞋湿晒，到依家都好深印象，记得嗰日做过啲乜嘢。所以我又唔系好介意呢一啲。最紧要人同猫都健康，咁我就好满足。你都好啊，是日假，小黑病一病，我俾咗9000元睇医生啊，都唔知几多日假啦嗰度。そうやってあちこちで戸様を助け、そして3年前、マホロバの里にやってきた。それがなぜ機内を憎むのかと聞いたな。あいつらは機内の恥よ。一緒にしない。だけど、そういう戸様は、咩咁正？機内の人をたくさん殺したはずよ。做咩做咩好想疯狂追我咩事？你见到角色靓定咩回事？飢えと寒さをしのぐために罪もないいろんな里を襲撃し、それを棚にあげて。お前はいいな。記憶喪失なら痛みはない。いや、竟然烧埋我嗰打。哎，啱啊，打佢。もっと悪いな。手が滑っちまったぜ。Hi Jack, hello。人生态度其实我睇化咗好耐噶啦，最紧要大家健健康康咁就够啦。何のつもりだ？ごちゃごちゃうるせえんだよ。人类实在太渺小啦。姉ちゃんに頭でも撫でてもらってろよ。下次出嚟吹下水咯，你成日唔出嚟啫嘛。やろ。ちょっと、開拖啦，明明关佢事，但系唔知点解打喎。軽はずみなことを言って、做乜阻止佢哋啊？美国佬，明明系英国妹嚟嘅，激死。啊？なんだって？私はイギリス人だ。美国佬，喂，边个打边个啊？我系有粒魔，成日黑我边咧？点？你噶呢个光荣啊，好似三个打紧喎，依家连埋条女，两打条。そっちもな。何言ってるかはすまない。ってことよ。大丈夫？あなたもボコボコだけど。
我哋哋瞓啦。その顔で言うセリフじゃないわね。今日はこの辺で勘弁してやるよ。おい、カムラ、いつまでも耳ちいこと引きずってんじゃね。余計なお世話。でも、ラルカンだ。ちょっと、いや、別に、あおい。其实应该俾埋啲俾阿 Jack， 但如果我将 MOD 俾埋阿 Jack 咧，我又会变到全部都系 MOD， 所以阿 Jack 你扮住观众先啦，喺我个台度，起码都有一个观众，唔使全部都系 MOD。你委屈啲，你扮住观众先好冇？啲对话会影响到剧情，影响到一两句咯，会即系你讲完，例如你话乜心咁去。你一句啦，但如果你另外嗰个话好痛啊咁样，佢会答你另一样嘢咯。但系主线大路嚟讲系冇乜影响嘅，同埋会到某啲时候即系有啲分加边个嘅友好度咁样咯，即系可能你一开始笑孔雀好咁，都有嗰个好感度就会增加咯。咁但系对主线嚟讲，整个剧情系冇乜影响嘅，但系会影响到之后嘅少少一两句咁样，所以我都会拣啲好笑啲。咦？喺边啊？有条嘢？咦？行过咗添？呢度。我想要佢到三，我乜出出嚟噶？啲 Matrix 嗰啲人，佢啲选择好似模糊一啲啲啊，搞下笑嘅啫，有时有啲咁好过你净系斋睇啊嘛，有得谂下都几好。你如果太大影响嗰啲就好烦噶啦，如果你。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到你之后剧情的话，那些呢你就要疯狂跑攻略的了嘛，这些挺好啊，不用脑跟着走就得了。但是機内とて同じ大曲時以降俺も娘を失った孤児を拾って育ててきた。自己的事又好难得喔、啊、流行病で亡くしてしまった。 Hello 童子，我就关了，不过你可以坐一阵的，应该还玩多十分钟到变沟仔 game， 唔关事啊！之后嘅同伴全部纳入嚟做嘅部下啦，你哋呢啲所谓嘅首领。こことは別の里にいた。あの時、機内の医者でただ戸様、今でも思い出す。誰にも救ってもらえず、娘は一人死んでいた。あそこに見える桜の木は。あの子が大切皆の好意でここまで運んでもらった。この世には悪がある。之前明明有只鬼走嚟呢度破坏又烧晒，点解棵树一啲事都冇？それを切るまで立ち止まるつもりはない。少咗见你，然都系抛月台其中一个被选中嘅势力，八多啲。我怕观众咁样，好冇？
看起来得闲嘅家房。哦，带埋阿上马同埋阿初为去，系我第一集嘅伙伴啊。个麦拎咗，听唔到我讲咩系嘛？边句啊？但我平大家沟通好地地喺里面，即系唔关之麦事，可能系个 PS4 内置直播嘅问题。呢条友都好嚣张，尖尖头，佢由第一集开始就不断话佢系尖尖头。啊头嗰、那个头饰，少见咗童。冇啊，话童子成日嚟嘅都咁啊，帮我扮住观众先啦，唔想太多 MOD， 所以冇俾 MOD 你。你都系一个被路嚟嘅呢度。这是角，要讲几多次你先明？你两个都是手下败将嚟啫，冇扮嘢喺度玩上升。时计虽然可爱，但系里面是大叔。其实成个 YSO 都被选中，唔系喎？你会唔会见到阿俊啊？会被选中啊？你的相呢个个都被选中，因为月台不是那么容易入到来的，告诉你知要在个碌柱那个角度那里怎样穿入来才行。因为个个都好嚣张，一个就话自己是五战英雄，一个就话自己是天才，一个就话自己是会成为派任首领最强武士，即是我啦。狗又四分三号月台，个狗去咗哪里？鬼手值得信任吗？会爆炸过真系。よろしく頼む。我都话会爆炸咯，你做乜用呢上马？私だって。咁我劝你做咩呢？不过如果上马仲喺度嘅话，都几有趣。始终我同佢。分喺套。以上でお頭戦技の説明を終える。まずは中院の推薦人を集めることだ。でなければ、その程度造作もない。では本日。喺公佈我都係其中一個首領人選啦。ヤクモ、トウヤ。お前から話すとは珍しい。私の結界に関して生じている。私の結界の力では機内しか守れぬ。とそれで多くの人を死なせてしまう。決してありがとう、ヤクモ。八雲個頭髮啲，因為用咗 gel 嘅嗰啲連頭。責任がある。啲人係幾型啊？啲人唔型嘅話，我都唔玩啦。最憎嗰啲肉酸嘅角色啊！即是你平时在條街度见到肉酸的角色已经太多了，二次元那些人全部都要很漂亮才行的嘛。我觉得不需要 random 那么多毛孔的始终。所以我喜欢玩日本 game 多过外国 game， 就是一些人设的问题。外国 game 那些人成日都很污糟啊，很多毛孔，这个毛孔很粗啊。不是见到大叔样，可能不是大叔红。应该好像日系那些 FF 那些咁样滑捋捋尖尖面的嘛，好了。今の機内の建物を改築し、岩屋とのそこに皆で住めば、結界は小さくてどうだ？最良の提案ではないか？冗談じゃねえ。戸ざまと一緒だなんて。機内と共生。今の何をされるか分かったもんじゃない。どうしたのだ？
皆なぜそのような。かぐや様、な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は。反発が起こるぞ。かつてないほどのな。トウヤ。你说得对。日本嗰啲人依家都打扮都系嗰啲样啊，就算韩国嗰啲人打扮，其实都系嗰啲漫画角色嗰啲样嚟。我觉得啲眼线啊，嗰啲头发嗰啲颜色、发型咁样。喂，冇我嘅份嘅咩？点解嗰度选首领？我要十个人嚟支持，好容易嘅啫，我救咗好多人嘅之前。好，打埋呢个剧情应该就差唔多啦。咦，掉咗去边嚟噶？哇，咁远嘅，激死！唔好要路痴跑步不好，搵个人带路得唔得嘅啫？成日都唔知道跑咗去边。究竟有冇機會成為下一任嘅首領咧？呢一度真係好想知喎。點睇都係最後會無啦啦話：，誒奧月，我覺得你好適合喎。其實你又可以破壞到嗰啲瘴氣洞啦，又可以淨化呢個異界啦，跟住你嘅實力又強啦，又多女啦，又靚仔啦，完全符合。但係呢一個做點冇嘅啲咩啊咁樣又唔出。如果又去代表村就 OK 啦，所以最后都是要你出马，冇办法，就算你不想做我都逼住叫你做的了，因为你实在太适合这个首领的职位了。你可以打低晒那些嘈的人，实行一个甜样嘅政策。哇！你电嘅点解？依人为得啊？点行咧？激死！缩细啲地图，成日荡失路。应该行翻上去先。咦？你嗰啲流落啊，快啲跑去完咗个剧情，跟住去接小黑啦，我哋安土城。哇，有嚿石头喺度，咁多鬼嘅，我唔需要同你对阵啦，已经。诶、欸？咦？好似掘头路咁嘅？有，好得啦，行下，空中都有嘢执。做咩 kick 住？咦，兜个大圈啊呢度。激死！見た目を使いこなしているか。Hello， 仲有好似好多朋友进入咗嚟喎，唔使偷睇喎 ，say 个 hi 都得噶。好，应该照行。小黑，你等我做埋呢一个正职嘅武士，我就嚟接你翻屋企，睇住我成为首领。不过小黑可能要喺个笼嗰度再瞓多一两日先，始终做完大手术。ECCY 都系唔出声，我喺度偷睇喎，见到你喎。PS4 月台就点唔到歌啊，抱歉各位，因为我用紧 PS4 里面预设嗰一个程式去直播，所以其实佢系咩都做唔到。而
咦，我上咗屋顶喎，咁点算？一万能石。喂，咁点啊？去边啊？行咗咁耐，原来骨头路嚟嘅，激死我！上马表白色衫。喂，点落去啊？搞错啊！行咗咁耐，原来白行嘅，要跑翻落去。就系执粒石啊，睇嚟系啦，万能石，真系咁稀有咩？不过我都唔舍得用，等之后好麻烦嗰啲材料先用。万能石就系红色嗰一粒咧，可以将所有嘅任何一个材料你缺嘅话，佢一粒万能石就当一个嗰个材料。咁到你日后可能打几下场咯，先打到一粒嗰啲先用咧，就会比较好啲。初期嘅装备就唔建议用啊，最好储起先。日后你整嗰啲御魂武器嘅时候超烦，咁啊可以用万能石代替。好远啊！都好嘅，开咗个地图，迟早都会行一次噶啦，反正呢度。好够石又走出嚟，好厉害我哋。啲鬼都系想人留意啫，我就偏睇你唔到，吹咩？哇！好劲啊！秒杀咗啦，咁啱打我啦！咦，又有大怪喎呢度。一只狗啫嘛，好嚟。诶，继续，哇，两只。啊，惊！呢度点行咧？小黑系边个？小黑系我只猫啊！佢啱啱有啲事入咗医院，住咗几日，做咗个手术，所以冇乜心机呢几日。挡失咗路啦，点行啊呢度？喂，唔好打我住啦！啊，唔系要行上面，兜个大圈落去系嘛？呢度应该有路，到嗰边睇下。喂，咦，扣咗佢几死？斗胆啊！我睇地图嘅时候偷袭我。好多鬼啊！Hello， 肥木木，好似少见啲喎，嚟呢个月台。欢迎欢迎，搵个位坐啊，随便多啲嚟坐，冇问题。咦？喺呢度咧？落唔落到去咧？落唔到去嘅，因为激死我捉住呢嚿，可能落到去。喂，搞掂，好远啊！边个发明呢个地图啊？几中意土鬼转都唔想跑咁远啊，系嘛？系啊，童子啊！
第一次睇《土鬼传》系嘛？《土鬼传》啱啱出啫嘛，呢只系第二集，之前嗰只咁旧，我都未有图。咦，系咪就系打呢只啦？咦，喺边啊？喂，好，见到你啦，天空鸟。咦，对墙冇事，片你都有，系啊，意外嚟嘅啫。地图真系太大，好彩有跳界石嘅真系，但系真系好难揾咯。你见到我啱啱行咗几次咧，掘到嚟啲死。好鬼转之后，我会依家推影剧情啊，拍下片上 YouTube 上面。咁啊，之后应该会同啲台湾朋友仔一起打一下4P 打啲大怪，敬请期待。不过到时可能佢哋讲国语。见到嗰啲杠啊、靠北啊、参少啊嗰啲出现，好我竟然打到我咁样。其实是 MH 的剧情版又不同的，因为其实虽然是似，但是你见现在多了鬼爪之后呢，它整个系统流畅了很多，打那些鬼那些其他部位呢，我觉得爽快过 MH 很多，还有它真的靓很多那些东西，还有 它打那些鬼那些部位之后呢，要有个吸收了它才可以不会再重新。即是好似依家见到蓝色嗰个翼咧，就系打断咗佢，跟住吸收咗佢，先会变蓝色咁样咯。咁啊弱啲咯嗰度，同埋先可以扣到佢主体。喂，白下面嗰条先，我屌你血！因为佢系鬼，唔系龙。你都可以讲好类似嘅游戏嚟嘅，咁但系。另外嗰啲咩嗰啲叫咩呢又係咩血嘅限界嗰個叫咩，嗰隻都係好類似嘅。啊，世神者啊，世神者嗰隻都係好類似啲呢一啲玩法。不過依家轉咗大地圖，其實我諗 MH 嗰啲 fans 都會好羨慕，如果你鍾意一個世界嘅時候，你可以咁樣任行，其實都唔錯。有好有壞啦，我覺得又唔係衰得曬嘅，有呢、這個半自由嘅地圖。始終咧呢一系列嘅遊戲咧，由頭到尾都係接任務就直接喺嗰度出現啊，或者行過板要等呢一啲咧，實在太過麻煩，或者太過沉悶，即係唯有打嗰一刻咯。而家真係要跑去啊，然之後中間佢哋可能吹下水啊，然之後見到其他怪可能要逃走一下，咁都幾好玩。不過如果你打online 4P 嘅話咧，就唔使跑大地圖嘅，都係接任就接喺嗰度出現打嗰啲鬼咯。咁啊，費事嘥你哋朋友仔一齊嘅時間。我覺得都做得不錯，多啲新嘢起碼有諗過一下先。啊，睇埋呢個劇情差唔多要出去接我哋貓啦，希望佢健健康康啦。晏啲可能再開啊，到時睇下點先，睇下佢翻嚟咩情況。還有傲月真是一套。想个英雄是不是就是第一集的话这样名字看到第二个遗迹了，那这里就而且这个 game 好就好在它在任何地方，因为大地图呢它
佢喺任何地方都可以 save 咯，你唔使一定要打完一只鬼先可以 save。以前嗰啲系冇咁有弹性。呢个你可以有几个 save 自动嗰啲，同埋佢可以打咗一半都可以 save 先。なんだそりゃ。何それ。なるほどな。以前啲 game 停真心惨，系啊，你打只龙分分钟打半粒钟噶嘛，你啱啱开始嘅阵尤其。即系上厕所都唔得，呢个可以暂停，可以中途 save， 其实 OK。啊，咁俾人闹就睇人啦，呢啲而家应该唔会啦，系嘛，好啲啦，系嘛。咁大个人打下机都俾人闹阴功嘅啫。咦，剛才完全沒留意到上馬究竟是怎麼打怪的。じゃあな。またね。CLLL,CL 就幾分鐘啫。LOL 就慘啲，不過 LOL 你就算佢都冇啊，你 PVP 嗰啲遊戲冇嘅喎，一定你帶埋去廁所玩咯，係依家手機版嗰只 LOL 嘅傳說，我都試過拎埋入廁所玩，不過那隻就好啲，那隻十零分鐘一場，十分鐘至十五分鐘都叫正常。試下算啦，幾分鐘啫，即係埋入去玩咯。答咧，我應該他不是個壞人，但我同佢握手都想嘔啊！個髮型太奇怪啦，成個孔雀咁樣。覺得有啲線喺呢度，可能之後會有啲內戰。太遲了 ，FKH 揀咗咧。
要拜托我去看看大家的情况。你哋专系麻烦我嘅，你們自己去咪得咯，激死！我嚟呢度讨鬼噶嘛，你們要我系咁同啲人倾偈。なんだ。不认为会有个好嘅结果收场，我都觉得唔会。应该有排打交嘅。咁快嚟到呢度嘅，你头先明明喺我后面噶。咁你都嚟到做乜要我自己同佢倾偈？拧咗头。那边是啊，差不多了，应该到两点，大家都要吃饭，是不是？究竟个头点 J 到咁，我都想知道。所以呢一来到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他得揀那些剧情的嘛。一个是咩你好，跟住我忍不住揀了个咩你头发真的很古怪咁。跟住呢个刀也就同我加深咗个友谊，即刻笑死我！边位朋友仔入咗嚟同我 say 个 hi 啊，可以同时计交谈，睇你要 keep 住倾偈，咁我走唔到。咁啊，同时计讲埋嘢就之后再继续啦，好不好？一条片太长都冇人睇，当系一个 gameplay 摆埋上 YouTube 先。啊，又出现嗰个北啦，个人劲迟先出现。就死啦！大家仲喺度对闹，好麻烦你哋一起打鬼咪算咯。前任首领我都想见下佢，咦，女嚟嘅喎，好似女仔他个细哥，我以为系嗰啲胡须大叔嚟嘅。好啦，你出去先啦，拜拜，我都就关啦。我等埋月嫂翻嚟先可以接小黑啊嘛，未行得住，佢搭紧车翻嚟，不过都差唔多啦，但睇埋呢度少少就行。拜拜。啱啱先我因为见佢又话沉睡喺雾中，应该点呢？啊，系啊，内里系大叔，但系咁矮，完全唔夹。好啦，咁我到之后先再去参拜佢啦。我嗱呢度可以直接 save 所有时间点都，跟住另外仲会有啲自动 save， 如果你唔记得揿，咁啊死咗都唔系好怕嘅呢一度。
之后先再算啦。要出去食个饭先啦。咁啊，嘅朋友仔，如果有兴趣睇我之后直播啊，入嚟同我倾下偈啊，或者同我打下呢一个。呢个系 PS4 嘅，《土鬼转二》啊，啱啱20号礼拜四嘅时候出咗中文版。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同我打下咁样，或者另外仲有CR 同传说对决，我应该之后都会开台嘅，等我心情好翻啲之后。咁啊，如果有兴趣嘅，下面嗰度就会有条 link 啦，有个 Facebook 同埋有个 Twitch 嘅 link 啊。咁啊，大家可以入嚟睇下我 Facebook 嗰度就会有直播，应该会讲声先嘅嗰度。咁啊 ，Twitch 就直头系直播嗰个地方啦。咁啊，大家可以入嚟睇下，都有啲旧片睇下。咁啊，好啦，今次拍片就嚟到呢度先啦。多谢各位收睇，再见啦，各位，再见啦，肥木木，晏啲睇下。